程副书记，我们代支处不在啊，有什么事儿您说，我转达。哎，支书啊，怎么了？怎么慌慌张张的？刚才公社程副书记来电话了，邵年啊和祁连长尽快去公社。没说什么事儿？没说。又是你们进步大队，戴广顺啊！ 你能把我气死！你们大队这个高海生就不能消停消停？他惹了多少祸，你心里没点数啊？常书记，说实话，我们大队也不光他们一家搞这个家庭作坊，那也还有什么做雨伞的、做拖鞋的什么的。这些人呢，私底下都跟我抱怨过，说是人手少，忙不过来，想请人帮忙。可您说。 这也能算是剥削？嘿，这不算剥削，什么算剥削？国家允许发展经济搞副业，国家没允许你们雇佣工人当资本家呀！啊，我知道，现在有些人一切向前看，甚至连什么是剥削都搞不明白。你们听好了，回去告诉社员，这次。 就拿你们大队这个高海生当个典型，给那些个一心想发财的人教教警钟。老戴啊，回去把这个高家作坊给关了，钱财物都扣了，啊，听我组织处理。书记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哎，程书记，戴广顺，我告诉你啊，这次可是大是大非问题。 你这次要是再徇私舞弊，那可不是你辞不辞职的问题了。干什么呀？把那些机器、还有线啊、布啊，全部拿走啊！一样别乱。你不许抬走！干什么呀？还给我们！叶大连，干什么？光天化日的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你们这是在明抢！叶大连，你猖狂什么呀？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搞资本主义那套在咱们这儿行不通的。 还有这些东西，啊，这都属于非法所得，我们这全部没收。滚！我们靠自己的劳动挣钱，哪里就非法了？你们凭什么没收我们的东西啊？凭什么封我们的作坊？你拿过来！你凭什么？就你们凭这娄子啊？咱戴支书都因为你们 IK 了，知道吗？大连，别跟他吵了，没用。 婶儿，我要跟他们评评理。快快快，别拉东西啊！戴支书，您说句公道话，我们翻脸条王法了，你们凭什么要没收我们的缝纫机？哎，没收缝纫机只是第一步，你们的农村信用社的户头已经被临时冻结了。什么？别拿了，拿，放下来。大连，你们闯了祸了，这么你们故宫的事上边知道，这事问题很严重。 什么问题啊？我算是看出来了，是不是有些人眼红了是吧？啊，看着海生哥带我们赚了钱，治了富，就变着法的告黑状，是不是？你说谁告黑状？谁告黑状？哎，大连，你说谁啊？你说呢？大连，我们这也是执行上头的命令，作坊关张、封张、没收东西，这事还没完呢。等你哥和海生回来，我们告诉他。 明天早上9点到公社，配合调查交代问题。哎，支书，支书你不能走！明天早上九点。支书，还讲不讲理了？支书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支书，叶大连，听见了吧？配合调查，我告诉你啊，让叶茂盛还有高海生跟领导好好的解释清楚，啊，老老实实交代问题。大连。 他们俩扶进去，他们俩扶进去。齐二发，我可告诉你，今天事儿要出了什么事情，我就跟你拼命。你少在那瞎胡说！公社怎么了？公社是给咱老百姓讲理的地方。在事情还没有弄清楚之前，这些机器、布料你们可以搬走。但是，我把话就撂在这儿了。今天你们是怎么搬走的？明天就怎么给我原封不动的给我搬回来。
走啊，走着瞧，走着瞧，谁怕谁啊？走啊，都下班了还不走？等你家海生哥？没有。那行，我们走了啊。嗯，明天见。嗯。妍姐，听说你甜蜜事业又上映了，你再陪我去看看呗。嗯，走吧，叫上小鱼。小鱼，咱一起。小鱼啊，咱一块儿去看看。好呀，我听说那个片子啊已经上映好几遍了，我还一次都没看过呢。快来，跟我走。走走说搬走就都搬走了，这跟强盗有什么区别啊？大连，人都没事吧？海生，阿木早就跟你讲过，不要故宫，你看，惹祸上身了。齐二发，我跟你拼了！和生，放开我！和生，齐二发，和生。和生，和生，还嫌不乱呢？阿木，我不觉得我们做错了。这个事儿啊，是戴支书听风就是雨了啊。咱们不就雇了几个工人吗？这就说咱们走资本主义道路了。这事有人跟咱们过不去，我去找戴支书，跟他把道理讲讲清楚。老尚啊，事情都这样了，你就别跟着添乱了。阿爸啊，大儿在这儿啊，你先别急啊，别急。哎，白天的事情啊，我都听说了，怕你一着急啊，又犯那个头晕眼黑的老毛病。我叫我们家二连呐，给你们烧了晚饭，千万别急啊。事情再大，那也得填饱肚子啊。吃饭，吃饭去啊，孩子们吃饭啊。来来来，先吃饭啊。你们年轻人呐，就是胆子大。我不早说过了吗？心肝大没造化。咱有多大的脚，咱就穿多大的鞋，是吧？可你们呢？非要做大生意，赚钱有数，性命要顾。我听说这回公司里要拿你们当个反面典型，杀鸡给猴看呢。你说这……阿爸。你这一辈子都小心谨慎的，你活得不憋屈啊？啊！现在时代不一样了，咱们闽南人总说爱拼才会赢，那我们不趁着年轻拼一拼，我们什么时候能做大事啊？老生啊，你怎么还不明白呢？这东西都没收了，你拼什么拼呢？叶伯，我知道您是好心为了我们着想，我们开制衣作坊怎么了？凭本事吃饭，故宫怎么了？那些工人，我们都给他们钱，清清白白的。哦，这大生意只有国营厂子能做，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就不能做。海生哥，行了，先吃饭。吃饭，吃饭，先吃饭啊！吃饱再说。来，叫二三吃饭去啊！吃饭，吃。阿财婶，我给你带了两罐蜂蜜来。这怎么了？来，玉萍怎么还不回来啊？不等了，吃饭吧。来，
还愣着干什么？吃饭。爸爸，嗯，我怎么听人说，您带人把海生他们家作坊封了？你以为我愿意干啊？那是上面下的命令。告诉你们啊，待会儿玉萍回来，你们谁也不许告诉她高家作坊让封了的事儿。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玉萍，玉萍，玉萍啊，别去。你干嘛拦着我干嘛呀？这是上头的意思，跟你阿爸没关系。哎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乱扣帽子呢？你们每天有多辛苦，全大队的人都是看在眼里的。啊，就因为多请了几个工人回来，就变成资本家了，这不是笑话吗？而且我阿爸又不是个木头人，上面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吗？他这时候最应该站出来替你们说句公道话，而不是处处为难你们。所以我得回去问问他到底怎么回事。哎，玉萍，玉萍。你说什么？我白养了你这么多年，我啊，为了个外人，你几次三番的把这家里吵得翻了天。那个高海生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了？啊，你这么胳膊肘往外拐啊！阿爸，海生到底什么地方得罪您了？您为什么要处处为难他呢？他什么地方得罪我了？我。那也就是你鬼迷了心窍，那你看着那个高海生是怎么看怎么顺眼，你知道他在外边他得罪了多少人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他一在外边惹一次麻烦，我给他擦一次屁股，闯一次祸，我给他背一次黑锅，我为了他我遭了多少罪，你知道吗？阿爸，你明明知道这件事情高海生是被人冤枉的，我啊，你还变本加厉的，你不帮他说句话就算了，你还把他们家的缝纫机还有那些布料都没收了，做工的工人你也赶走了啊，现在还让他去公社去交代问题，交代什么问题呀？他啊，阿爸，您知道您这叫什么吗？落井下石。我就不明白了，我们都是一个村里住着的，您为什么非要赶尽杀绝呢？阿爸，你哎哎，阿嬷。哎，阿嬷，阿嬷，阿嬷，怎么了？阿嬷，你别吓我怎么样？阿嬷，怎么样？啊，快快快，就进来板正来，阿嬷救命！阿嬷的，你要把拉在中间，啊，受两边的气。行了。哎呀，很为难。行了，别说了，别说了。阿嬷，我头晕。玉萍啊。你说话归说话，哪有对自己父母这么顶撞的？哎呀，你别说话了，别说话了，快快快，把你阿母这就扶到床上去，快快，走，张玉，慢点，张玉，你给我回来！你把你阿母气死，再把我气死，你就可以安心嫁给那个混账了。玉萍，玉萍，海生，海生，海生，你怎么样？躲开！哎，阿爸，高海生，我家上辈子欠了你什么了啊？这辈子把我家祸害成这样，你还嫌不够啊？海生，您听我，我不听你说。我告诉你，我家玉萍就是嫁鸡嫁狗也不会嫁给你。我只要还有一口气，你就别想你死了这条心吧。阿爸，你说什么呢？玉萍，你阿母病成这个样，你要是还有心，还当你是戴家人，就跟你阿母去医院。你要是还舍不下这个男人，你看着办吧。走。阿爸，玉萍啊。海生，等我回来，我继续诱惑，好不好？一定等我回来。哥，哥，等等我，阿母，阿母。
塌下来也要吃饭。一会儿你跟茂盛还要去公社呢，身体要紧。这真的把你和海生的那个作坊给关了？这缝纫机都放这里边了，这生意是做不成了？这东西就算没收了。哎呀，那你们挣的钱都打水漂了吗？哎呀，先把钱给我们就好了。哎呀，那我干的那些活也都白干了呀。就是啊，别着急，大家别着急，听我说两句啊。我们现在确实是暂时遇到了点困难，但是海生的人品大家都清楚，对吧？他既然在大家的收据上都摁了手印，那以后肯定不会少大家一分钱。今天我们就要去公社解决这个问题，再给我们一点时间，就一点时间，海生肯定说得出做得到，这一点我可以替他向大家保证，好不好？我替海生保证啊！给点时间啊！哎，孟盛，孟盛，哎，这怎么还走了呢？就是，还没要到钱。这个事儿，你也别给自己太大压力。欠债还钱嘛，你说你什么人品，相信了还能不知道？那就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，想办法了。你怎么不说话呀？是不是一宿没睡？一会儿你到公社医院帮我打听一下戴婶的情况。你自己怎么不去呢？他们家人不愿意见到我，我也不愿意让玉萍为难。海生，海生，玉萍阿母的病啊，有点严重。昨天连夜转到市医院去了。哎呀，都怪我！你说这玉萍阿母，我真是有三长两短的话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啊！这事跟你有啥关系？别把什么错都往自己身上揽。玉萍阿母身体本来就不好，现在他们家的事咱俩帮不上忙，就想办法先把公社的事解决。今天无论如何，咱得把缝纫机布料都讨回来啊！该认错认错，该低头低头，啊！说说吧，针对你们的错误，反思的怎么样了？程书记，我不明白我们错在哪儿了，怎么就错了？是我们开了个织衣作坊，那是因为忙不过来才雇了七个姑娘，现在就被你们说成是搞剥削。资本论我看过，我看过，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雇八个人，八个人才算是剥削，我们七个人，完全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啊，属于个体经营啊。这个《资本论》真的说过，雇八个人才算是剥削。是说过，那个《资本论》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“剩余价值率”和“剩余价值量”那一节，马克思确实说过，这个雇工不超过八个，并且亲自参与了生产权过程的，这算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啊中间人物，啊叫小业主，也就是咱们现在国家支持的那个。个体经营啊，超过八个人自己不干活，那才占用了工人的那个剩余价值呢，这才是资本家。吴秘书比我们这个是有文化，他一查就知道，那都是书上明明白白写着的，那都是马克思的老人家说的话，不是我们胡编乱造的。这个马克思说过的话应该是有道理的，可是你们别拿马克思说的话当挡箭牌啊。雇人就是剥削，我们怎么剥削了？书记，
你得讲点道理吧！天地良心，我们全家人都没闲着，都在那忙活呢。是因为忙不过来才雇的人，我刚才都说清楚了。我阿母那么大岁数了，跟七个姑娘没日没夜就那踩缝纫机，我们俩每天就忙着进货卖货。周末忙不过来的时候，我那俩弟弟帮我们卖货，帮我们算账。我们一家人真的没有说因为雇了他们，我们就什么活都不干了。我们去享清福了，我们没有啊。相反，我们比谁都累，比谁压力都大，责任都大。现在就被你们说成走资本主义道路，把我们东西也扣了，作坊也停了，不让我们经营。不是我错的，我就不能认呐！你喊什么啊？谁给你的胆子，敢在公社这里撒野？我怎么撒野了？我没做错，是你不讲道理啊，书记。行，你别说了。既然你要打肿脸充胖子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哎，程书记，不敢啊！啊，哎，赵书记，您怎么回来了？哎，你们先出去吧。啊，赵书记，你们先出去，出去。赵书记啊，坐坐坐。我听到消息呢，就跟党上请了假，连夜往回赶。赵书记，您这消息还是很灵通的啊。不是我灵通，是这儿动静有点大呀。你在这等着，别乱跑。哎，你说这赵书记现在还能帮咱说说好话吗？三中全会已经开了好几年了。可是我们现在还是固守以前的思想模式，啊，每天还是想着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一套，这怎么能把生产搞上去？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同志已经向小平同志要了特殊政策，小平同志给了，小平同志要求广东杀出一条血路来，这杀出一条血路意味着什么？就是意味着思想意识的改变和体制的改革。而我们现在呢，还是固步自封，不求进取，不去变革。来的路上咱怎么说的啊？说没说好好说，要服软，要认怂。可，你说现在，赵书记想帮咱们都使不上劲。不是我，你什么？你东西要不回来了？要不回来我就不走了。一根筋就是，要走你走。关于故宫问题呢，中央还在讨论，目前还没拿出一个解决方案。但是小平同志说过，改革呀，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，允许人们摸索着前进。那不能出现一点状况，咱们就忙着上去喊打喊杀，忙着给他们扣帽子，是不是？海生，这次回来呢？我也带回一个好消息，小平同志给广东的政策也给了我们。我们能不能把工作搞好，就看我们干部队伍思想解放对于改革精神贯彻的力度。老程，把高江作坊没收的东西还回去，冻结的账户呢，让他们恢复交易。我看高海生这小伙子呀，一直在琢磨着发展副业，带领乡亲们走共同富裕的道路。我们作为干部，不能做他们的绊脚石、拦路虎，应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，自觉自愿地解决思想上的桎梏。我说的这些，也是县委领导们的意见。赵书记，我其实是，待会儿接着聊。一会儿来找你，啊！哎，这位是啊，对，我忘了介绍。哎，这位是我合伙人叶茂盛。嗯，赵书记好，你好，这小伙子不错呀。是好，走，到我那儿坐坐。哎，走。哎，你这。
让你们过来作案，哎，就是请你们欣赏一幅画。你们看，这幅漫画的名字叫《自嘲》，它的原作者是广东画家廖冰兄，在文革结束时候创作的。你们看啊，这个人被强行塞在一个瓮里，他长时间身体禁锢在里面，不能动弹。有朝一日呢，这个瓮被打开了，一破为二，但他身体呢，已经习惯了之前被禁锢成那样的形态，不敢自由伸展。这不是跟过去妇女裹小脚一样吗？没错。哦，还真是这意思啊。嗯，是啊，现在很多人呢，思想长时间被束缚，这头脑呢，就像梦里这个人一样，保持着之前的思维定式来思考、观察、判断。现在中央推行改革，解放思想，势在必行。你们都是年轻人，有闯劲儿，有干劲儿，改革的浪潮就是要靠你们掀起来，要你们带动大家来解除思想的禁锢。咱们闽南不是有一句话吗？叫做“爱拼才会赢”嘛。嗯，所以就要靠你们带动大家。当然，未来的改革之路呢，是要你们一步一步慢慢的尝试，这其中肯定会遇到很多艰难、险阻和崎岖。这就需要你们坚定的相信，改革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中国十亿人民富起来，要让中国真正的强大起来。只要你们坚信这一点，就会冲破一切艰难险阻。我告诉你，郭家一平就是假鸡假狗，也不会嫁给你。我只要还有一口气，你就别想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阿爸，你说什么呢？玉平，你相信我，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娶你。等我。你母亲得的是小细胞肺癌，是肺癌里面最难治疗的一种，而且在没有确诊病情之前啊，已经被耽误了，现在已经是局部晚期。局部晚期，也就是说肿瘤现在已经侵犯到周围的组织，但是暂时还没有发生远处的转移。那请问医生，就病人现在的情况，适不适合马上动手术呢？手术的话难度会比较大，我们这里的医疗条件毕竟有限，而且术后的化疗药物也是个问题。已经用最好的药，不要考虑钱了。啊，王先生，我们这里啊，已经是市里数一数二的好医院了，但是关于化疗方面的一些进口药物的种类和数量都很有限，其实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。哎，王先生，您不是香港人吗？我建议你们呢，去香港尽快去治疗，那里的手术和药品条件要好很多。玉萍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伯母接到香港去治疗。还有，小细胞肺癌的转移速度非常快，如果可以安排的话，还请尽快，尽量啊不要耽误时间。谢谢医生。不客气。玉萍，等一会儿进去，千万要控制好情绪。不可以让伯父伯母看出来，好吗？喂，那你先进去，我去打个电话就来，不可以再哭了，好吗？
一平，我这病到底要不要紧？不要紧的，阿木，来吃块苹果。我不想吃。住在这个病房里，还是个单人间，这一天得花多少钱呢？咱家哪有这个钱？没事，阿木，不用担心钱。你现在住的这个病房，还有所有的医药费，都是小王先生安排的。他不让我们担心钱。这怎么能行呢？人家跟咱们非亲非故的，怎么出钱出力？我过意不去。雨萍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什么怎么想的呀？你的终身大事，阿木再糊涂也看得出来。小王先生对你有意思，阿母，现在不是说这些事儿的时候啊！现在不说，还等到什么时候？我这病恐怕是好不了了。阿母啊，别瞎想。从小到大，全家人都把你捧在掌心里，不忍心让你下农田干粗活。你阿爸当了半辈子支书，没做过破规矩的事儿。就一件，当年为了让你到供销社工作，他大冷天的跑到公社副书记家里，陪着笑脸送了礼。你也知道，当年供销社招工，那位子多少人盯着，你能进去，又有多少人眼红？我们做这些都是为了什么？还不是让你有个好工作，开阔一些眼界，找个好对象，嫁个好人家。唉，没想到，没想到，你一直迷恋上了海生。不是说他不好，只是他家里也太穷了。是他开了一间作坊，挣了几个钱，可是一有风吹草动就马上封门找他的不是。他那个性子啊，跟他阿爸太像了。你要是跟他过日子，你这辈子都别担惊受怕。阿木啊，
这水果怎么卖啊？这苹果5毛，橘子1块。那行，那就两袋了。1块5。你好，我问一下专员部在哪？那边直走就到了。谢谢。您别动，别动啊！躺好了。你怎么样？我还好。那就好。医生怎么说？志双，我过来看看啊，阿婶。听说你们转院了。挺担心的，阿婶，都怪我，我不懂事儿，让您着急上火了。阿婶，对不起啊。你跟我出来，你歇会儿啊。你真喜欢玉萍？啊！你要真喜欢她，就应该让她过上好日子。是，我现在其实这……我不说你也应该知道，香港来的那个小狼先生喜欢上玉萍了。你要真的心里有她，想让她好，你就离开她。只有小狼先生能让她过上好日子，能给她幸福。谁说的？玉萍跟他在一起不会幸福，我了解玉萍，只有我才能给她幸福。你能给她什么？你现在要什么没什么，还背了一身的债。你除了胆子大，闯祸惹麻烦，你说你还能给玉萍什么？支书啊，我是现在没有，不代表我以后没有啊。我已经想好了，为我们以后做好准备了。你准备什么？我只看见了你被抓起来坐大牢。我看见了你的作坊上封了门，看见你的东西被没收。我刚从公社回来，赵书记已经答应我了，把机器都还给我。海生，你呢？从小是我看着长大的，你的人品我清楚。可就你这不安稳的性子，玉萍她承受不起。算我这把老骨头求你了，离开玉萍吧，啊！放他去跟小王先生过好日子。我知道您是嫌我穷，但支书，这也就到头了。真的，好日子马上就来了，我有信心，我向您保证，我将来一定会挣大钱给玉萍幸福。您相信我一回行不行？说什么都没用了，我已经答应。远航了，答应什么呀？你有什么权利呀？我是他爹，可这是我跟玉萍之间的事儿啊，这是我们家里的事儿。海生，玉萍，我已经打过电话了，你放心吧。高文生，别来了。海生。
海生，来，海生，你让他走。海生，远聚远散，刚刚好，明月照亮他。